realistic and overwhelming. My im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paintings is kind of transformed when appreciating Fan Yang's large-scale works from a distance. 您的这种大幅的画作给我的感受就是比较厚重。对对对对，我们需要优美的画家，需要小桥流水，我们也需要强悍有力的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精神的一种作品嘛。 And some of his smaller-sized works explain further the mag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如果你深切地走着古人的道路，深切地了解和理解他们，你就可以汲取原料，做出创新的作品来的。这个展览呢，也是遵循着这个理念。 Fan Yang is now one of China's leading contemporary painters, skilled in painting a variety of subjects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brushes. The latest solo exhibition held in Beijing highlights his human portraits, reflecting his innovative willingness to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art. 这儿您画的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架，对对对对，就是我去到了吐鲁番的葡萄沟，它有这么一个棚架，人们就在上面生活。这两人在做刺绣，阳光从这个葡萄架后面透过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场景，但是它感动了我。您这个新疆的姑娘啊，她那个面孔和我平常在画里看到的漂亮，大眼睛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很多画家他有一种唯美的追求。 画了很多新疆姑娘在采葡萄啊，哎，动作像舞蹈啊，而我呢，就是画生活中见到的场景，这也是我的一个理念，就是去掉一些表演性。哎，对对对，这个整个是纯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对，一看就是现代的中国画家画的。我们里面也有很多传统的元素，比方我的用色，我觉得就像敦煌的颜色，壁画的颜色。哎，中国画，尤其宋元以后都是墨色为主的，但是呢，这么灿烂的绘画呢，我觉得。 在敦煌壁画里可以看到，在唐代的绘画里可以看到。同时，这个风格又很写实，油画的感觉。哎，有油画的感觉。我在大学里专门学过油画。比方讲，我画的这个地毯的时候，除了敦煌的感觉以后，我还找到了我对马蒂斯野兽派的一种学习。你看，我画后面的这种葡萄叶的这种感觉的时候，用笔很清晰。哎，你感觉是塞尚，是梵高。 表现这个少女的脸的时候，我很像瑞诺瓦对色彩的处理，对光感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学习全世界优秀的艺术传统为我所用。这是另一幅在新疆的写生。对，这个叫做赶车的人，实际上是也是我看到的一个景象。你看，我画了大驴子、大马。 马是这么大，这是个拖车的马。你看它的鼻孔仿佛在呼吸，它上面是坐一家人的。好像马这个元素会经常出现在中国画家的那个画作里。很多画家的画，你看徐悲鸿先生画的马，包括古代很多画家画的马都很漂亮，很英俊。我这个马呢是画的真正的是。 拖车的马，季节处都是一些很写意的手法，但是我看整个的大的框架，这个很有力量，对，更接近于传统壁画的一种手法，雄浑、雄强、圆混的线条勾勒的整个的这个物象、人像，然后复制于色彩。 Finishing the tour of this hall, featuring the influence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murals and Western oil paintings, Fan Yang is eager to show me his new iconoclastic works, themed around the Qatar World Cup. 听说您在世界杯的这一个月里画了70多幅球员的画，77幅，跟着这个球赛的进程，每天画。这梅西？哎，画的梅西，这是梅西在发点球。 寥寥几米，就感觉它就像个梅西经常做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球场的背后，上面是灯光，下面是无数的人，几万人，你感觉到他们在呼喊的声音。我好像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用中国画来表达这个主题的。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么大胆，也是第一次尝试？哎，你看我过去红色、绿色、蓝的我还是用的，这么多的黄颜色。
那是很少的，所以我这次一看，它确实它这个极烈的运动就要有强烈的色彩，它特别的亮丽，特别的醒目。您觉得用这种中国的写意的手法来表达这个主题，表达运动员，对呀，有什么优势吗？你问得很好，优势在哪里呢？你看这几根线条，它的阴阳顿挫，你的眼光随着线条走，你就感觉到了它的运动的进程。两个脚好像绷直着的，两个脚型和绷直的脚一闪过去的肌肉啊，表现的运动员一个迸发的瞬间。那用这种传统的手法来表达这种非常当代的主题，需要有一些突破吗？那当然，你一个中国画家，你怎么用你的手法来画这种激烈的运动，拿到世界的舞台上，拿到平台上，人们都能看懂，都能体会到体育的精神，体会到中国画的魅力。Fan Yang finds it challenging to combine sports them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skills. It requires the artist to have good composition ability, as well 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control the speed of stroke and acuity of ink. Dur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Fan Yang followed the events every day and recorded the thrilling moments. 当时一个跳跃夺冠了，哎呀，大家全场为之轰动。你看，我把这个青光谱画在空中，随着它的旋转呢，背后的夜空仿佛就随它颠倒了、我就想起来了梵高画的月夜啊，星空，用笔就是这么转，那么无形之中我就用上了。And the lin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perform even better when it comes to details. 冰上的比赛，用笔必须一气呵成，用线用墨不能有障碍，包括这些线条，就像这个冰刀啊，在冰上戳破的那一刻，这都冰花迸发。然后我用这种轻灵的线条，加强了这种旋转的这个滑动的动势。中国画呢，它必须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常常说的笔墨当随时代。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画家来说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创造的任务，新的事物、新的时代、新的人物，他们的着装、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都不一样。拿出你们新的办法来，由高原走向高峰。李琼 ，CGTN， 北京。